那目前今天到场的人呢，除了退役的学长们之外，有没有一些是现役的警官呢？只是他们不方便透露，就你们所掌握到的状况。今天确实有一些现职警察人员在休假当中北上到我们现场来参加抗议。我们退警总会今天会办这场抗争，也是因为有很多的现职中阶、低阶的警官、警察人员跟我反映，他们咽不下这口气，希望老长官、老学长为他们讨一个公道，因为警察被践踏，警察被羞辱，警察被沦为牺牲品，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欺负警察，绝对不可以警察国赔，我们要抗议，所以今天才办的这一场抗议。大概现职警察有多少比例？对，那边有。全国的现职警察人员有70,000。那不是，你讲的现职警察是70,000人员，那今天来到现场的，我不知道，没有办法正确估算，但是来了不少。你只要看到年轻一点的面孔，就是警察人员，他们蒙面、戴口罩，不接受采访。不是，当我们30号知道张天地法官宣判的时候，我们要办抗争了，还要听大家的意见。等到大家的意见有个共识以后，我们才开始办这场抗争，并不是说政治操作，我们没有为政治，我们今天是讨公道，警察不容易被践踏，警察不容易被屈辱。我们等一下会到行政院嘛，对不对？等一下会到行政院，等一下要到地方法院里面递交抗议书，会进去。到行政院会有什么样子的动作？比照太阳花攻占行政院，有什么样？太阳花可以，我们当然也可以啊。只是这样子会不会造成现役警职员的为难之处？那希望他们怠惰权、退避权，希望他们体谅，因为今天是为他们而办，不是为我们而办。今天的抗议抗争是为现职警察而办，不是为退休警察而办。我们是应现职警察的反应跟愤怒而办的。但是你说攻占，他们那边已经有3000人，攻还是要攻啊，攻不攻的进去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一定要攻。太阳花可以，我们当然可以。当年蔡英文、苏贞昌、顾立雄都在护航太阳花，今天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他们现在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负责人，他当年的标准跟现在的标准不能够两样，这是他的问题，他的矛盾不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矛盾，是他们的问题跟矛盾。那你们今天大概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才会搞出来？我们待会4点要进去台北地方法院递交陈情书，然后接下来要到行政院。谢谢大家。会长，那个苏贞昌说他支持警察上诉，你看苏贞昌说支持警察上诉，那警察也要给国赔啊。各位，警察要国赔，为什么只给太阳花，不给我们警察国赔？为什么当年的民进党行政院长林权上任的第一天，第一件公文就批撤告太阳花？那太阳花对警察有没有撤告？没有啊。现在的退休警察局长黄生友现在还要跑法院，这公道吗？有对等吗？没有啊。行政院攻占有流血冲突呢，这样子不是？那我们受伤要国赔，比照太阳花国赔，太阳花可以国赔，我们受伤我们也要国赔。所以今天没有争取标准要一样啊。所以今天没有争取到国赔，你们行动不会罢休，是这个意思吗？啊，那是另外的事，我们不讨论那些。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蔡英文下台，蔡英文下台。我们要冲进去！下台！大家一起冲！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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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静一下。今天在场，我最有资格抗议。我告诉各位，五年前的3月23号晚上，我是桃园市的警察局副局长。那一天晚上，我率6个分队的保安机动警力，漏夜北上支援台北市。我在行政院里面担负勤务，我亲眼目睹太阳花的暴民把行政院的快步大门拆毁，把办公桌翻倒，把电脑抽离，电视统统翻倒。我也看到我们在驱离的时候，蔡英文、苏贞昌在阻劝警察，在羞辱警察，在带领台湾的暴民对警察施暴。我们桃园支援的警力就有一面盾牌被当时的太阳花暴民在拉扯当中夺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有长颈棍叫奇门棍，也被当时的暴民抢走，到现在没有回来。我们警察受伤了200多人，你们说太阳花可以国赔，警察就没有国赔，有道理吗？所以我是目击的各位现场的服刑的警察弟兄，你们在当中有很多也是当时服太阳花勤务的那些人，你们还在职。我讲的话有没有半句假话？你们说，我没有讲假话，你们心里有数。今天你们可以行使消极的不作为带过权、退避权，对不对？我们待会我要代表大家，我要到台北地方法院里面要递交陈情抗议书，好不好？递交陈情抗诉以后，我们要转进到行政院，好不好？我们今天来台北地方法院，我们不是针对法院，也不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警察弟兄，我们是针对我们看不下去的张廷义法官，对不对？今天我非常谢谢各位，也非常来自于全省各地的好伙伴们都来了。我们心中有一把怒火，这个怒火就是看不下去，看不下去这种的法官胡作非为。我们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判，是为了以后的朝拥，是不是？张廷义，你为了以后的朝拥吗？你为了以后的安排吗？你为了政治来做曲解，来做扭曲？警察不可以被欺负，对不对？警察不可以被践踏，对不对？警察要拒绝国赔，对不对？好，谢谢。我们接下来有位林宪彤律师，我们国内的知名大律师，他也看不下去，他要到场跟大家致意，我们用掌声欢迎他，好不好？谢谢大家，大家都辛苦了啊、哦！我想，国家不能够没有军人，社会不能没有警察，对不对？哎，小偷冲进你的家，你抓不住这个小偷，你要报谁啊？谁来帮忙抓、啊？叫警察来抓嘛，对不对？啊，那些小朋友闯进行政院，行政院当然要叫谁来抓这些学生啊？警察抓学生，这个叫做什么？行使公权力，行使公权力四个字，依法行政，对不对？所以
判决说，我们警察帮行政院抓学生，还要负刑事责任跟民事责任，甚至于国家赔偿要全民负担。这个法官的正在什么？操看，或者操看太严了。张法官，我告诉你，你这个判决叫做刑法124条。枉法裁判罪，枉法裁判罪，枉法裁判罪，要不要告？要，要不要告？要，要不要告？要，来帮你告。林献红，可恶啊！大法官，告告，真的很法官，我们就要告。各位，那几个很委屈的警察，随后就找理事长去盖章，委任我，我会义务的，我不会饿死的，明天都不会饿死，我免费帮人，好不好？好不好？蔡英文都不要法律了吧？苏贞昌是输了，应该不要法律嘛？爱讲空心用啊嘛，空心的嘛，空心用啊啦。你怪高一那块律师改后悔，内政部长是我们警察的长官，他也应该来帮警察，对不对？所以等一下你们去抗议是对的，但是抗议完以后，各位，您现在手看到了没有？我会拿一支笔，把你们的委屈，把这个法官的错误，把蔡英文、苏贞昌跟阿用来错误，一一写下来，好不好？要官司要不要打？要。那官司要不要打？要。要不要打？要。那几个委屈的警察，请你站出来，你们等一下，等一下提出委任状。乡亲的名，你们都还没听大队啦！加油！不要搞乱来，是我林献彤在《中国时报》写文章，要王金平要用警察权把学生驱逐出去立法院，是我写文章要警察把。冲进行政院的学生不但要抓起来，而且要抓紧让他判罪。结果警政署警察局长黄生勇、一分局方雅丽局长三个人同时写信谢谢我林献彤，公文在这里呀、啊、所以这个是国民党执政时代的警察是这样，为警察伸张正义，为老百姓伸张公民正义，对不对啊？对。现在的蔡英文，他台大玩我的小弟弟，还苏贞昌我外公哦，还苏贞昌比我懒得跪穿这本书哦，那就靠我去我给破塞了，破塞，说些头发不不用破塞啊，这叫什么？他知道我们这个案子不但要为警察争回公道正义，我们还要在帮这个司法判决罪是剥夺国分。你这个张庭理法官，你这个狂，就像当年苏贞昌今天这个说法，哇塞，赶快，这司法自我作践，剥夺国分，所以我们。要一起站出来，官里面总决定，明天赶紧帮忙打的。如果这官司打不赢，里面总管你可枪打的，好不好？那个黄局长、方养莲在那个彰化当局长，他们当时写信对我的谢谢，我会再继续用我一个法律人的良知。帮我们这些委屈的警察争取。最后还有一段跟局长在讲，当时警察冲进行政院那个过程，毁损罪，对不对？
的形式，林权呐，林权他对学生撤告，林权是渎职图利犯罪，要不要告？要。要不要告？要。林权渎职图利罪。张法官，枉法裁判罪。好了，谢谢大家，好不好？那这个对方的来找我，来找我，好不好？好，我们谢谢林献彤大律师，他仗义执言，我们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介绍一位好伙伴，我们这几年来啊，今天抗争啊，大家对他不陌生。他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非常有正义感的一个人，他非常的好，对军警工教他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知道。他就是台北市的市议员王振德，我们欢迎他。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好，我是一个军人子弟，我的姐夫是警察。那耿总会长是特别的，在街头上我们常常见面。为什么？因为就是为了我们的公平正义。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必须要有法治，大家说对不对？对。我们警察行使公权力是我们的天职，对不对？对。太阳花暴民侵犯公署居然可以无罪，这个政府是不是无法无天了？对不对？对。不公义的政府我们要让它下架，对不对？对。刚才林献彤律师讲了，张法官你图之罪，我们要告他，好不好？好。我们让这些不公不义的法官离开我们法院，好不好？各位过去也是在职，也有很多在职，我们退休了，但是呢，我们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国家的正义，我们今天站出来就是为了我们的民主法治，对不对？所以说刚才我们总会长，我们会到行政院，既然太阳花报名可以侵占行政院，我们也可以进去坐坐喝喝茶，对不对？那我们进去，那今天行政院可以休息了。哎，警察同仁不要挡我们哦，你们挡我们你们就犯罪哦，你们会被告哦。所以今天呢，我跟各位报告，不公不义的政府我们一定要让他下架，好不好？好。我们要让公平正义的政府站出来。刚才林献彤大律师也讲了，国民党政府在执政的时候绝对尊重我们警察权，那民进党政府上去之后呢，羞辱我们警察。各位，我们很多警察一辈子为国为民，好，清清愤愤的800壮士，我们的军人也是，就我们的退休金，蔡英文一上去把我们改成年金，把我们砍了。各位，在抗争的时候我们有一句口号，我喊一句大家跟着喊，好不好？好。有事军警干，有事军警干，没事干军警，没事干军警，政府失信赖，政府失信赖，退休无保障，退休无保障，小英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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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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